全球知名的五大国际品牌，包含了潘朵拉跟施华洛世奇，最近不约而同联手南加州的一家华人珠宝品牌盛大举办2018年春夏珠宝展。这场活动不只邀请到超过300位嘉宾出席，还有专业模特儿走秀，展现最新潮流。看专业模特走秀，魅力无穷，艳压全场。不仅展现出2018年最新的流行趋势，身上的各种亮晶晶的珠宝首饰配件，更让台下的名媛们个个眼前一亮。就是因为看好南加州知名珠宝品牌 Jumori 的专业，才能吸引到五大品牌联合展出。也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 Jumori 的支持。我们今年呢也签了很多品牌，现有的就是五大品牌国际品牌哦，潘多拉啦、Swarovski、Thomas Soba， 还有 Daniel Wellington， 还有 APM， 你进来 Jumori 呢就可以自己随便选择。强调一件小小的挂饰就能大大的提升品味。Jumori 欢庆母亲节还特别联手全球知名品牌 Swarovski， 推出12星座系列项链，新颖的珠宝设计，高贵大方，不仅能慰劳妈妈一整年的辛苦，回馈东森观众还有独家优惠。我们特别为东森的观众们呢一个惊喜，我们在母亲节将近来临的时刻呢，将推出12星座 Swarovski 的特价特卖会，上面你就可以看到，我们只需要75块钱，包运费包税，所有的东西都包了。从网购钻石出发到全新的实体店，风靡南加州的 Jumori 2018年特别选在母亲节期间，结合五大国际品牌推出多款珠宝首饰，欢迎所有爱美女性把握机会。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。